这盐到底是什么？海水的盐吧。 可以观察一下这海豚，哇，又从船旁边出现了哈、哦。它跟鱼类有什么不一样？它跟鱼类很大一个特点哦，哈、哦，近距离来看就是它的尾巴。 它在夹杂的气候周遭呢，有一些水分啊，所以呢，金鱼呢看起来就像在喷水。还有，那现在各位只还有，外面鳄鱼也有。它为什么在船一直在摇，一直在左右呀？稍微在这边做休息。嗯，对啊，海浪啊。 想看看，如果你们现在还有一面要呼吸，要怎么办？一定要到海面上。要休息。啊，什么？他在那边啊，他一直在这边。右脑要休息，就闭紧左边的眼睛。那海豚会咬人吗？不会。左右脑隔9休息。那把它抓起来，它咬我吗？不一样，像是我，像是你，像是它。吸的那口气大，所以呢，它会怕。 是伫立在海洋当中最小的哇哦，有一只白的鱼在大的长老哦，从水下刚船下穿过去就可以发现到身体，哇哇哇，在右手左手边左手边，好、哦，如果它跳上来船上，我们船上会怎样？啊，如果它被放船去，还好，把它丢走完的行程走完，如果它不让我们走，一起到在我们船这边，就多给它一点点时间。 真的好不走哎、欸，还是在绕着船在走。哇哇哇！右舷这边，真的，一年当中要看到皮皮海豚有这样的表现哦，真的没有几次，因为其实这种种类呢，并不喜欢船只靠得太近啊。今天不是我们靠近它哦，是它主动游到我们船边，这个行为真的非常的难得。 小朋友，有没有看得开心哈、哦？好近，真的，这景象一年当中看不见几次，今天真的非常的幸运。而且，鲸豚非常慢条斯理的就在船边来游动而已哦，要拍照真的要赶快趁这个时候啦。这母子队，因为呢，他们虽然是家族性的社群动物，但是呢，哇，船手船长刚体验到他们的身形。 好大一只哈、哦，650公斤哦，3.8公尺的长度，非常大。我跟你讲，下去跟他打一架，一定输的。然后他这么粗壮，好、哦，虽然是家族性的社群动物，但是呢是母系社会，小孩都是由妈妈在带的。公园里面表演的海豚。
如果有去海那花莲的海洋公园呢，就可以看得到这田地海豚在场所里面做表演。另外呢，海洋公园、远雄海洋公园呢，还有另外一种叫花纹海豚，两种。好、哦，那平地海豚呢还蛮常见的哦。再来呢，可以观察一下这海豚呢，哇，又从旁边船旁边出现的哦。它跟鱼类有什么不一样？它跟鱼类很大一个特点哦。好、哦，近距离来看就是它的尾巴。鲸豚呢，它的尾巴呢在海里面游动的时候是上下摆动，鱼类是左右摇摆。如果这样还没有办法体会的话，来，非常简单。我们呢在吃鱼的时候，鱼在摆盘子，粉丝平躺在盘子上面哦。如果鲸豚呢放在盘子上，尾巴就是翘起来，因为方向真的不一样。但是现在鲸豚是不可以吃的哦，不可以吃，因为是高规格的保育类动物。哇，好近哦，很手很手，这边好近哦。那这样的行为模式啊，今天可能异常的开心，看到各位嘉宾们哦，所以呢，就在船边这边跟嘉宾们来打个招呼。这么近的距离，就可以发现到他上来吐的那一口气呢，其实还蛮大声的。所以呢，并不是说，哎，鲸豚啊，鲸鱼会喷水。其实呢，鲸鱼呢，因为呢，它背部啊，内部的那一口气呢更大，所以呢，上来之后呢，呼出出来，是吧？产生的水汽就比较多。它在夹杂的气孔周遭呢，有一些水分呐、啊，所以呢，鲸鱼呢看起来就是像在喷水，海豚也是一样哦。现在他们的行为模式啊，有点稍微在这边做休息，因为呢，他们呢是海洋当中的哺乳类动物，跟我们人一样是靠肺在呼吸。想看看，如果你人在海里面要呼吸要怎么办？一定要到海面上来，